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所谓殊特乐佛、无尽乐佛、不动乐佛、风乐佛、水乐佛、解脱乐佛、无上乐佛、兴许乐佛、清净乐佛、明了乐佛、是诸菩萨至佛所以顶礼佛足，随所来访各化作毗卢遮那藏狮子之座，与其座上结跏趺坐。这个百亿世这个世界，这个百佛刹世界，微尘国国度，这么多的世界，这有十位啊为首的菩萨。那么十位为首的菩萨各有所亲近的佛，也是十位佛。这十位佛呀，每一位佛都有以这个月字啊来呀作为佛的名字。这是啊代表说是佛呀这个智德圆融福慧无碍，这个智慧和福德都圆满，所以犹如满月一样。那么这些个菩萨所从来的这个佛所，就是啊所谓就是所说的有这个殊特乐佛，又有这个无尽乐佛，又有这个不动乐佛，又有这个风乐佛、水乐佛啊、解脱乐佛、无上乐佛、兴许乐佛啊、清净乐佛、明了乐佛，有啊这十位佛。是诸菩萨啊，就是啊前面所说来的这些个菩萨至佛所以得到啊释迦牟尼佛呀这块来顶礼佛足，给释迦牟尼佛呀叩头顶礼，右绕三匝，礼佛三拜，随所来访，随他所来的那个方向各化作毗卢遮那藏啊，遍满一切处狮子之座，这个狮子座，于其座上，在这个狮子座的上边结跏趺坐，对吧？大家都结起跏趺坐 talking too much talking。 奇怪，他们今天 talking 我就赶上就看见了，这也奇怪，真是太不幸了，不吉祥，被我给看见。如此世界中，须弥顶上菩萨来记，一切世界悉入时，彼诸菩萨所有名字，
世界佛号续等无别，儿时世尊从两足止，放百千亿妙色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须弥顶上地师宫中，佛及大中，眉不结现。儿时法会菩萨成佛威神，普观十方而说颂曰：此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中，须弥顶上，在这个须弥山的山顶上，菩萨来祭，这个娑婆世界所有的菩萨都来祭会。一切世界，其他十方世界呢，所有的须弥山顶，所有的菩萨也都系来祭会，到一起，一切世界系入世。彼诸菩萨所有名字，这个所有的十方世界的菩萨的名字和世界的名字和佛的名号的名字，悉等无别，都是一样的名号，一样的菩萨，也都像啊这个十个菩萨，十位菩萨这个名字。世界也都等于啊种种花的世界，佛号啊也都啊就和这个种种月，以这个月为名号的这个佛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名，系等无别，那么多少也是啊一样的，也是有这么多。儿时世尊，在这个时候啊，每一个世界，每一个须弥山顶，每一个第十天的这个妙圣殿啊，这个释迦牟尼佛都是啊从这个两足趾，从这个两个脚的指头啊，就从这个脚的大指啊，放百千亿妙色光明，放出来呀，有百千亿那么多的那么多种的妙色光明，普照十方，啊，普遍呢照耀到十方一切世界，啊。须弥顶上啊，照到啊其他十方的一切世界的须弥山顶，啊，第十宫中，第十天呢，这宫殿里边，佛及大众，啊，眉不结现，这个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度他国度，无量诸国度，每一个世界都有释迦牟尼佛和这个一切的大菩萨和这个法会的大众啊，眉不结现，都啊现到那个其他世界去，也都这个样子。儿时，当儿之时，这个法会菩萨成佛威神，仰称着啊释迦牟尼佛的大威神力，普观十方，普遍观察十方一切世界的因缘，而说颂曰，就说这个偈颂，用偈颂啊来说一说《华严经》这个道理。佛方净光明，普见是导师，须弥山王顶妙圣殿中住，一切十天王请佛入宫殿，系以
十妙颂称赞诸如来。这个刚刚说一切事情三，一二三的三。嗯，那是不对的，是天王，天三的那个没有。那个地方是什么？哎，一切是天三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讲了。这个文你怎么知道它对不对呢？就要有的讲，你讲能讲得通它才可以的，你讲不通了那就是错了。尤其这是个王字，它少一数，那就叫人上不去天了。佛放净光明，这说释迦牟尼佛呀，在这个花严法会到圣殿呢，普光明藏这个狮子座上边，在这个脚的两指间，这个两指，就是两只脚啊，都从这个大拇脚趾啊放光，放一种清净啊光明。这个烟色是有百千万种，普见是导师，所有十方世界。微尘的佛刹，百佛刹微尘数那么多的果度，所有的大菩萨，所有的一切众生都要看见这个世间的一个大导师，就是看见佛了。须弥山王顶，在这个众山之王这个妙高山的山顶上，妙圣殿中住，在这个第十天呢，就这个天主，这个能做天主这个妙圣殿的这个殿里边呢，普光明藏狮子座的上边呢，坐到这个狮子座的上边，一切十天王。其他十方世界这个须弥山呢的山顶，这个第十天的天王请佛入宫殿，也都啊请释迦牟尼佛入他那个妙圣的宫殿里边去，细十妙颂，都是啊其他的世界也用这个赞佛啊这十种的赞佛功德的这个妙颂啊，称赞诸如来，称赞所有的这个妙圣殿呢，这个一切诸佛。谁有什么问题没有？怎么说来的？今天时间到了，没有时间说了。Waiting minute, waiting tomorrow. 头先我说啊，谁要走就打100铁箱板，这是啊和你们各位讲笑话呢，不要害怕。谁愿意走，金山寺的门呢是开着的，随便走，谁愿意来，金山寺的门也是开着，也随便来，来者不拒，往者不追，所以要走的人呢不要害怕，不要以为真要打100铁箱板，现在呀，就想真实行这个法律也不行的，因为铁箱板还没有造好呢，这个所以呀还有机会不挨打。尤其我讲的话你们不要听也不要相信，我是啊和这个小孩子讲小孩子的话，和大人呢就讲大人的话，所以这个要走的人呢不需要害怕的，这是啊我告诉你们。还有我要说你们各位要注意，我要说一个道理呀，你们各位要特别注意。说什么呢？还是说在我们这里边呢，年纪最轻的
他能参加打禅期，咱们这老年人呢都应该保护他，所有的人呢不要给他麻烦。咱们要是给他麻烦呢，你和他讲话就是给他麻烦啊，就是令他没有定力了。他要是啊好好用功，回光返照，很快呀会开大智慧，能又有神通啊，能超过你们所有的人。你们是愿意他超过你们，就好好保护着他，不要给他那么多的麻烦。愿你要不愿意啊他超过你们，你生出一种妒忌心，那你们就天天和他谈话啊，令他没有法子开智慧，没有法子得神通，那也是个办法。这两个办法你们愿意用哪一个都可以的，我告诉清楚你们了。不过这一点你们又要知道，他如果不修行呢，他很快会他生命是很短的，要修行呢他这个生命是很长的啊。那么这个是两个道路，你们要愿意他快死呢，就和他天天 talking talking too much talking， 要愿意他修道呢，愿意他活长命呢，就不要讲那么多话。无论谁，你们都要注意这一点。如果不注意啊，将来我这个话会应验的。两条道，修的修，造的造，善和恶是两条道，谁愿意修谁就修，谁愿意造业就造业。我相信没有人现在有问题敢问了。记住，大会中所有菩萨众皆从十方之化作而安坐，彼诸大会中。这是说的这个这些个菩萨都是在十方啊世界，那个诸佛啊的大会里边，所有菩萨中，所有的这一些个大菩萨，皆从十方至，都是啊，在十方世界诸佛那个道场到这儿来的，化作安坐，都化毗卢遮那这个狮子之座，而安坐呀，在这个狮子座的上边。彼会诸菩萨皆同我等名，所修诸世界名字已入世，本果诸世尊名号系统，各于七佛所静修无上恒，佛子如应观如来自在力，一切阎浮提皆言佛在中，我等今见佛住于须弥顶，十方悉然如来自在力，彼会诸菩萨。说这个白佛刹微尘数诸世界国土，佛的法会里边一切的菩萨皆同我等名，他们的这个菩萨的名字啊和我这个法会菩萨的名字都一样的，都叫法会菩萨。所以果童在这个阿里肯那儿问这个大焰坚佛，怎么两个佛同一个名字啊？
不单两个佛同一个名字，两个菩萨同一个名字的也多得很，两个罗汉声闻缘觉同一个名字的也很多，所以啊，这一点也不出奇的。你要听华严经啊，就知道啊，这很多菩萨都是一样的名字，很多世界都是一样的名字，很多佛也都是一样的名字。所从诸世界名字已入世，他们所从来那个世界的名字啊，和这个娑婆世界南阎浮提呀、也都是一个名字。本果诸世尊，他本果呀、那个本来所从来那个果的这所有的佛名号系已同，他的名字啊，这个佛的名字也是一样相同的，各于其佛所，各啊都是在他所从来那个佛的菩提树下静修无上横，都是啊修这个清净的横的啊，修这个清净慈悲没有染污这个横，修没有妒忌这个横，修没有自私这个横啊，修一切一切的大道心这个横门。佛子汝应观，说佛的弟子你们各位呀、应该呀知道，应该呀明白，如来自在力，这都是啊如来自在神力所成就的一切阎浮提，所有的每一个世界的南阎浮提呀，皆言佛在中，都说呀佛在那儿转法轮呢，教化众生呢。我等今见佛，我们现在呀所有的人现在看见佛了，住于须弥顶啊，住在这个须弥山顶上，十方系已然，十方的所有众生啊也看见佛呀住在这个须弥顶上啊，如来自在力，这是啊佛一种啊自在的神力所成就的。以世界中发心求佛道，以入世愿修习菩提横，佛以种种身游行遍世间，法界无所爱无能测量者，慧光恒普照世暗系除灭，一切无等伦云何可彻之。这个所有十方一切的世界中，一世界中发心求佛道，这些个菩萨都在过去生中啊发心想要求佛道，依于入世愿，依这个发心发菩提心想求无上的佛道这种的愿，修习菩提横，他们都生生世世都要修习这个菩提横这个觉道。佛以种种身那菩萨发菩提心修习这个菩提横，佛呀用种种的化身啊游行遍世间，他普遍游行到一切的世间去，法界无所爱。那么佛的身体呀是周遍法界的，所以呀到一切处啊都无所障碍，无能测量者，也没有人呢能知道佛这种的
神通妙用是怎么样子。慧光恒普照，佛的智慧光明常常啊普照法界，是暗系除灭，世间所有一切的黑暗，一切的贪嗔痴啊，渐渐的都除灭了，一切无等伦云何可彻之，一切一切也没有任何众生可以能比的啊，云何可彻之，怎么样可以测量知道佛的境界呢？佛的境界你不容易知道的。贫穷不使难，富贵修道难。富贵的人呢是不容易修行，为什么呢？就因为以为富贵啊什么都有了啊，贪享受受不了苦，那么这个学道是很不容易的。贫穷呢就布施难，贫穷的人你叫他做一点布施，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根本就穷了，没有什么，你还叫他布施，这是啊办不到的一件事。所以在四十二章经呢那个二十难上呢，这边说得很好，贫穷不是难，富贵小道难。以前在佛住世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对夫妇，这个夫妇啊穷得不得了，穷到什么程度上呢？就穷得就要饭吃，每一天到街上啊去讨饭，和人要饭来吃，要饭算不了啊，很苦的一件事。最苦的这个两夫妇啊，有一间破房子，破木头房子，衣服啊没有什么衣服穿，就有一条裤子啊，这两夫妇啊就穿一条裤子，的确是穿一条裤子。怎么两个人穿一条裤子呢？当然这一条裤子不能两个人一起穿，是啊一个人穿一天，这穿一裤子这一天干什么呢？就出去要饭去。那没有裤子这个人呢就在家里等着吃现成的，这样子啊天天这么过这种生活，要来饭呢回来两个人吃，但是啊就没有钱买衣服，所以啊今天这个男人穿这条裤子出去讨饭，等明天呢就轮到这个女人穿这一条裤子出去讨饭，天天是这样子，你说这是不是苦？苦到极点了啊！穷的两夫妇就穿一条裤子来讨饭吃，这种生活啊他也觉得很舒服的。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个壁之佛，这个壁之佛一看啊这两个人呢苦得这个样子，赶快叫他种一点福了，去啊向他化缘去。那么化缘站到这个破木头房子门口就不走啊，就敲着木鱼啊在这化缘。这两夫妇一看，扒着窗户一看，这个来一个和尚到这敲着木鱼来化缘啊。那么两个人你看看我看看你，俺们什么都没有怎么会布施呢？没有法子布施啊。啊这个女人说，好了俺们就一条裤子，把这一条裤子布施给他了。男人说，你是不是发疯了发狂了，你发癫了啊，俺们就一条裤子还要两个人穿轮着穿，你再布施给他俺们怎么样子活着啊。这个女的说，哎，俺们为什么这么穷呢？就因为在前生啊没有布施，所以今生这么穷。
俺们现在要把这一条裤子布施给这个出家人，或者俺们来生就会好一点。这个男的说：“哎，你净胡说八道，你净乱讲的，岂有此理？俺们这一条裤子，这生命就靠着这一条裤子来支持呢，没有这一条裤子，谁也出不去门了，那怎么还能活着？”哎，这女的说：“你看外边这个出家人，他也是没有什么衣服穿，你看他那裤子把这个腿呀、完全都露出来了，穿那么一条破裤子，哎，在俺们这儿来化缘，哎，俺们倒是啊布施给这个出家人好了。”这个男的听一听，望一望这个出家人，果然好像没有穿裤子的样子啊，这个大腿呀、所有的肉啊都露在外边。他一想啊，他太太这么样子要布施这条裤子啊，好了啊，爸心一横，说：“好了，俺们不管我们自己了，把这条裤子从窗户就撇出去布施给这个出家人算了。”那么这个出家人呢，一看他把裤子布施出来了，于是乎就把这裤子穿上了。穿上啊，就到舍卫国和这个国王一讲，说在某某地方啊，有两夫妇，他们两个穷的最穷，我到那儿化缘嘛，他们还能就一条裤子都肯布施出来。啊，这舍卫国的国王一想啊，在我的国家有这么穷的人，我还不知道呢，赶快去帮助这两个人。于是乎啊，就派着人去给送衣服啊，送饮食啊，送了很多。啊，这两个人把裤子布施出去了以后，两个人都赫然间都正果了，都成道了。所以呀、人有真心，佛就有感应。他们两个有一种真心来做布施，所以即可就道果就成就了。啊，俺们修行啊，参禅也要啊，好像那个就一条裤子那个人呢，把这个裤子要布施出去。说我在这参禅不穿衣不穿裤子，那可不可以呀、你要是能放得下就可以啊，你要放不下就不可以。放得下你就不穿裤子在这里边，你觉得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那根本就没有问题呀、你要觉得还有我相啊，这很难看的啊，这不好意思啊，那就不要布施。那么参禅的人要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难舍能舍，难吃能吃，难受能受，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希望。二是一切会菩萨称佛威力，不观世旁而说颂言，假使百千劫常见于如来，不以真实意而观救世者，世人取诸相增长持回往，既复生死欲，盲明不见佛。在这个法会菩萨说完了他所说的偈颂之后，在这个时候，这一切会菩萨有一切的智慧，这一位菩萨成佛为例，他
是养成着佛的威力。这一段文呢，这是结记经藏的人加上的，所以啊，这成佛为例，说这个这位菩萨，他养成着我佛的大威神力，不是他自己的力量，是啊，借着佛的力量，他才能普观十法而说颂言。佛呀，这个智慧来加倍他，令他普遍观察十方这种因缘，一切众生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他们而说颂言，所以啊，就用这个记诵啊来说一说这个佛的道理。假使百千劫，这个假使是假设之词，假设之词就是啊，本来没有这么一回事，现在假设它有这回事，说假使百千劫，在百千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大劫里边，常见于如来，常常啊见着佛，那么这个百千劫常常见佛，可以说是时间长了，不以真实意而观旧事者，假如啊你不依照这个真实意来啊观佛，真实意啊就是无相，就是实相，真实意也是真实相，真实相是无相，不依真实意，你不用这个无相法来呀，见佛而观旧事者，而常常就招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以为这就是佛的真实的面目，世人取诸相啊，虽然他见着佛，可是啊，招到佛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就是啊，世人取诸相，这是招相了，取相，没有能啊把这个相空了，没有能啊离相，离相真实意就是要离相。你不离相，也就是取相，取诸相，执照一切相，增长慈回往啊！俺们这个听经的人，不要越听越迷，应该呀、听经闻法，把这个执照心破了啊！不要执照有，也不要执照空，你要执照有执照空，这都是落于耳边了，执照有就是取照取诸相，执照空就是落到完空上了，空有不招，这才是中道，你招于空，招于有，这都增加人的这种迷悔，增长迟回往，这个迟就是愚痴，回就是迷悔，往这是个譬喻，就是啊你迷得越深，愚痴的越厉害，就好像啊被那个迷的网和愚痴的网在那儿啊往着一样的，即福生死欲呀！即福
就常常啊流转这个生死，在这个生死里头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个生死啊就好像啊人用这个绳子把你绑上了似的，总脱不出去这个六道轮回。这个肌肤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人的情爱，这一种情爱，你有情啊就是有所肌肤，你有爱也有所肌肤，这个情爱就是生死的根本，也就是生死的牢狱啊。盲明不见佛呀，你要是这样子啊，就好像没有眼睛那个冥顽不灵的动物一样，冥顽不灵啊，就是啊什么也都不懂，一点道理也都不懂啊，好赖完全不懂，只知道妒忌，只知道自私啊，只知道啊那个心量小的比那个微尘的还小啊，没有啊能像那个法界那么大，这都是啊盲明不见佛。你就见着佛也等于没有见一样，因为你不明白佛法，你不懂得观这个真实意啊，你竟取相啊，找到相上了，哦这个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八十种好怎么样怎么样好，这是啊完全错的你真正学佛法的人要离相，离相即菩提，你不能离相啊，总有执着，执着于相啊，那一天比一天就愚痴，不会开智慧，一天比一天愚痴，就会一天比一天堕落，堕落那就离地狱不会太远了。你要一天比一天聪明啊，那就是聪明有智慧，你要是聪明就是见佛啊，你不聪明那就是见鬼所以啊那么学佛的人应该越学越聪明，不要越学越 stupid。他们现在这个打禅期，这也一天比一天要有这个忍耐心，要练成我们这个金刚不坏身。你看那个铁想做一个器皿，必须要放到那个炉里烧，烧红了然后用锤子打，造出来一把刀啊，就是一把刀。如果造一个枪，就是枪。必须要经过锻炼，然后才能成一个器皿。我们这个人呢，也必须要经过一番锻炼，然后才能啊，成一个圣贤。这个锻炼要把那个渣滓都锻炼出去，就是把我们那个习气毛病都改了它，改习气毛病要经过一番的功夫。咱们现在在这个禅堂里走一走，坐一坐，走的时候这叫跑香，坐的时候叫坐香，这叫啊锻炼身心，也是一种呢，很好的运动。你能以训练的痛不知道痛了，疲倦不知道疲倦了，把一切都忘了。内不知有心，外不知有身，远不知有物，这一切一切都放下了。你要放下身心，佛自成。俺们人为什么没有开悟？就因为啊放不下这个身心啊，以为这个臭皮囊啊，这真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一定啊不要叫他
受苦，啊，渴一点也不可以，饿一点也不可以，啊，冷一点冻一点都不可以，啊，保护这个臭皮囊，拿它当宝贝了。你要知道，你这个臭皮囊里边呢，没有旁的东西，除了屎就是尿，再就是血就是肉，再有啊很多虫子在里边，很多细菌，你帮助他，他可不会帮助你，你把他这个身体呀、好像一个机器似的，用呢。够时候它就坏了，坏了你就要搬家。因为这个，所以我们就打气，我们要修行，我们要用功，我们要打坐，我们要练习坐单。啊，谈到这个坐单呢，我这么看呢，这个坐单要啊真坐得住。啊，不要有一种依赖性，啊，一样的坐单，你看人坐那个地方，啊，也不东歪，也不西歪，也不前仰，也不后合，就是睡着了，也只是这么低着头就睡了，睡着了，啊，并不需要靠墙，啊，那么我们这个里边呢，我看这个果粘呢。是这样子，他不需要靠墙啊，坐那就睡得着。其他的呢，都要靠着墙，伸着腿，伸腿呀、随着就倒那个地方就睡着了，就也不管了。甚至于练坐单呢，或者一辛苦一点，就躺着睡了，也不坐单了。你看四祖啊。60年邪不着席，从7岁出家，13岁受戒，那么他邪不着席有60年，那么多的时间，这个邪不着席呀、就是也不前仰，也不后合，也不左弯，也不右弯，这坐这儿睡着了还是端然正坐的，这样子，这是可以说是坐单。那我们这儿有的坐单呢，要靠到坐到一个 box 里头，坐单呢要靠着墙，这个坐单的人靠着墙，这都是还是一种有依赖性。要是躺那地方，那更谈不到了，谈不到坐单了。我看这个比丘尼呀、坐单的人都是往那后边那一仰，我看这个果随呀、打坐的时候坐的还很正当的，也没有向前低头，也没有向后那么仰，这是很好的。那么还有我看其他有这个姿势啊，坐的样子很不好的，好像没有骨头似的。那么这就铁里头没有钢了，没有练好。这一点我还要说的呢，关于这个中药的问题，中国的药性，在你们每一个呀没有完全了解中国的药性呢，不要随随便便用这个中药，这个啊用的你乱用了，很容易就把性命都丢了，这有一种生死的问题，好像那个18反呢，你要是在一起一用，这个人一定死，一点客气都没有的，你看半夏、瓜蒌、川贝、白练，你要是和这个川乌、草乌、何首乌或者乌头在一起，那个在一起人喝了吃这个药一定死的。海藻、八戟天、甘遂、圆花，要和甘草啊在一起
吃了这人也一定死的，也一定死的。你这个人参，你们都知道人参，以为人参是好东西。如果你这个以前人参有以前这个细心，在一起一吃也一定死了。起气这个寄送啊，果随有一天问过我说，昨天晚间来给讲没有讲，今天晚间呢我们讲一讲这个。这个龙象同聚会，龙啊就是 dragon， 象就是 elephant， together in this assembly fighting she dragon loss she this elephant loss 龙象同聚会，大家小无为。这个大家就是我们大众，这个所有的人在这儿啊，这大家小无为，都小这个无为法。这个参禅是无为而无不为啊，无为法。慈济选佛场啊，这个禅堂里啊，现在干什么呢？就是来选佛呢，看看谁呀、啊、能开悟，就选谁做佛啊。这个做佛也就好像中状元似的，所以说心空即地归。你谁心里要是啊都空了啊，无我无人观自在，非空非色见如来啊，你能这样子，你就啊中了头名状元。俺们这儿啊现在在这个整个世界来呀、啊、选佛呢啊，在这个大野红炉，这个大野红炉啊好像烧铁的一个炉，在这儿啊锻炼啊，看看谁呀、啊、能选上，谁能考上啊。所以啊我是希望他考上，但是他 talking too much。 OK， 谁有什么问题没有？做到第五天了，谁也没有什么特别情形啊。如果要有，现在是一个说一说的机会。